伺服多项断压机。本设备采用意大利进口伺服和日本30智能系统控制，智能化操作性极高，稳定性强。机身采用实心钢板焊接后回活处理，采用四面八方石墨铜板导轨导向，压制精密度高，运行平稳，刚性好，抗侧向力强。油钢采用整体锻打工艺，日本 NOK 密封件，耐磨且密封性高。伺服多项锻压机适用于自行车、运动器材、医疗器械、汽车配件、铝制品等管状和异形配件的锻压锻造成型工艺。